最后一次。一次又一次，次次你都说最后一次，不下十次了吧？求你了。什么情况？刚才神来的一人苏哲，现在第几名了？还算有人气，是第九名。第九名啊？你说这样一个名次，是不是还挺危险的？哈，第十二名的冯迪最近表现不错，彩排的时候安排摄影师，好好关注一下。楚小姐，请坐。不用了，这合同我不会签的。佳妮妹妹，你别急啊，我知道安东现在是人气最高的选手，所以我们提出的分约比例并不多，而且未来我们一定会把安东当作自家艺人一样，分配给他最好的资源和宣传。以安东的能力拿到这些资源并不难，我干嘛要分约呢？所以我看还是不用谈了。为了安东的前途，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安东从第二期开始每一期都是第一名，我赌你绝不敢明目张胆操作他的票数。既然如此，谈什么呢？我拒绝了。那我的名字会掉吗？我知道上午冯迪的经纪人已经跟他们谈完了，他下午的名次就从十五名上升到十二名了。手机都没收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宿舍的余月家偷藏了一部手机。手机呢？把鞋脱了，快点起。吴老师，今晚就是总决赛了，多给孩子们一点练习时间吧。今天搜出手机，我让你们全部回家。在哪呢？我手机，我名字还没查到。分享美好生活，万物皆可小芒。老师，这边 OK 了吗？老师，这个录音是谁发的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好，那么随着最后一组选手的表演结束，请大赛组委会关闭投票通道。那么最紧张、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，我们即将揭晓最后的排名情况。他就是我们唱跳俱佳的选手。唱跳俱佳的安东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要这个冠军。我并不知道我经纪人为我做的这些事情，但我愿意承担这些责任。为了维护此次比赛的公平，我决定退赛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100万，只是定金。这个录音是谁发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向所有的选手还有粉丝们道歉，对不起，辜负了你们的信任。经过组委会的讨论，我们决定尊重选手安东的决定，选手安东正式退赛，票数清零，总冠军就是青鸟浩浩。哎，小心！Just like it. 1, 2, 3, 4, 5, 6, 7.
谁请